大家好，我是大梅，今天我要做一道硬菜，白灼象拔蚌，开始吧。好大个、哦，残忍的，我这啊，还有好多水，那开始了，现在用锋利的刀，沿着壳的边缘，慢慢的啊。它的肉啊，我再切一下。把象拔胃去除，一切二，放入开水中，煮15秒即可。捞出肉盘，把外皮撕掉啊。一切为二。用刀把黑色部分刮干净，切薄片，冰水中浸泡5分钟，捞出控干水分，放入少许芥末。好了，我先尝一下，今天摆盘挺漂亮，看看味道啊。很鲜很嫩，有点鲜甜的感觉。再尝一块，特别香，走一个，老规矩，来，我的朋友们，继续走一个啊！我先干为敬。哎呀呀！这个肉的话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不是你见过，你为什么把踢裤子啊？裤子掉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其实我是内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，非常温柔文静的人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肉啊。哎，这盘摆的可以啊。这个肉啊，时间不能过长，就宁愿欠一点火，但是也不要煮的时间长。这个肉就刚刚好，你尝一下，刚刚的。好吃，这种好鲜。这个太大了，吃不消。太口难了。挺好的。很嫩。很嫩，非常好吃。就这样一口，一蘸，然后再放在嘴里，慢慢嚼。然后最后主要的是这儿，不，也给我来一罐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太美了，哈哈哈哈哈，想偷，那边有一罐，来，兄弟，敬你个兄弟，不是梅爷吗？啊，啊，兄弟，就兄弟吧，兄弟们，啊，都在酒里边了，啊，不对。是跟着梅哥走啊，有肉有饭不发愁，有酒有肉不发愁，感情深一口闷啊。哎呦，我一点不多说，小啤酒喝的真得劲，就是好吃，我就喜欢吃这味儿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快点，这太好吃了，来兄弟，我再尝最后一块。你说，没啥说的，给你啥说的，都在酒里边。受苦了。哎呀，我给管。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呢？你少吃点。挺贵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你要少吃点，我多吃点。
这个你少吃点，我吃比较好。为啥？没为啥，老爷们。这个适合体虚的人。嗯。然后就适合你是吧？谁体虚？胡说八道什么？谁体虚啊？你才体虚，你全家都体虚。那、啊，祝你身体越来越棒。跟我的朋友们继续在走，我每次都要跟他们走。他们说了，不跟我走一个，他们难受。傻炮。走了走了。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什么？明天批给你输的枪法。说吧，什么枪法？没什么，明天再说吧。好。好吧，嗯。你现在有一个绰号。力学高低。你现在有一个绰号。嗯。老书记，恭喜你，老书记啊！获此重荣，实至名归。哎，你行，你别说了，这次就不会让你的，好吧？这次必让你吃嗨了啊！专门给你准备的好吃的，嗯，绝对好吃，你这那家绝对下酒。有什么好吃的呀？哎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哎，你说的好吃肯定不好吃。必须给你干啥呀？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能？哎，最后跟我朋友再走一个啊！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记得帮我点个关注，走了，走一个啊！